Get in the car. Enemies ahead.
Enemies ahead.我一起玩吗？我今天才考完试，好累啊。才考完试？对啊。不会吧？几点了都？24号也是晚上。我刚接到一个通知。干嘛？说有一门考试我可以不用考。为啥？我不考试的话，我拿 A。为啥？因为那个 lab report 写的很好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什么？Lab report just group presentation 那些，大家一起做的。 我期中考的贼差，我都能拿 A， 你想一想。他说给一个A你。对。那教授喜欢你吗？哇，我说不考，那好不考，就是后天的考试。最你知道最开始考的时候吗？今天考完是马上复习。然后。先不用了。不用了，那课不用考。哇。羡慕。 还有24号那个，我看就是直接跳，因为那个 group presentation 那个成绩还没出来，如果那出来的话，我一跳。我操！因为那个我期中考的还可以。我操！你他妈全他妈！对呀、啊。我最开始想的是，哇，我就只有一科不考，我要考5门。那后来，我现在考了什么？就是考了2门了。嗯。 然后还有一门是没有考试，就是写那篇report，我们的专业课，然后也差不多写完了。就相当还有一门了，看24号那个，如果那个group presentation的分下来高的话，几乎全是别人写的。哇！你没写过吗？我写的很少，因为那个他特别喜欢写东西，他没事就写东西。是男的还是女的？ 男的喜欢写的东西，是我这学一学年，怎么说呢，一直跟我关系最好的一个。
老外吗？对。有没有舔他鸡吗？有没有说哎呀喜欢你爱你？他真厉害，他真厉害。有我厉害不？我杀十个了，跟你说。你今天考完了？对啊。看情况，如果24号那个我的 group 也是跟别人一起写的，也是跟外国人写的，又是遇到一个特别喜欢写东西的那个女的，是大神。对啊，哇！上这课最喜欢就是遇到大神。我最喜欢遇到那些特别喜欢写不，怎么说呢？他们写的真的厉害。无语能不厉害不？他们写那些东西，哇！我就是我们之前一个 Bruce 他们写、那个。他们去死吧，叫 Bruce。我们写都一般的分吧。嗯。分有50到25分。这不是不是一般的，是很差了，跟 Bruce 那个很低分。我们。这东西我得了一个47。这么好。50-47，四七跟我说，哇，我说哇好厉害，好牛，几乎没扣分。你写很少啊。嚯、哦。你写很少啊。也不叫很少，怎么说？我们有4个人。嗯。然后如果平均分4分的话，我写了每人应该写1分的话，他写了差不多快2分了，我写了0.7分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没帮助的那种，就是没帮你下次说没帮助的，滚出，为自己解背呢。老王，刚他开个装甲车，我个大菠萝直接打爆，我操，傻逼，我操。哇，杀十个了！你这画质好好啊！当然，好的，帧数好低呀、啊！是吗？你这帧数好低啊！啊，是吗？调极限帧数呗！滚出！调极限嘛，那手感完全不同。你会？我玩惯了这个帧数。你玩极限新游戏？哇，你这画质，好不？太棒了！有大菠萝我不需要队友啊，你说啊，帧率好低啊。有大菠萝不用需要队友的，你懂吗？这帧数好低啊，老马。我房间凉吗？好冷。凉爽不是冷吗？我这才舒服。我晚上如果有个厚被子，我也打开睡。跟你说，我说真的，有个厚被子我必须打开睡。我刚刚看到那消息，我现在到现在一直在发抖。太兴奋了。对啊。哎呀，三！就相当于你不写了，你这学期这东西怎么说呢？我能理解。就拿 A 了。就天，喜从天降的感觉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么问老师，如果不写会怎样？他说我才帮你算了一下，你不写的话，你得81分。哇！那81分是 A 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对对对，那时候好像88是 A 加，我拿过1分。对对对，我那时候以为是95分以上才是 A 加，哦，不是，不同科是不同的，好像不同科是不同的。哇，直接爽！有些科水科那种啊，真的是95才 A 加的。这是英语3.3，相当于算专业课，英语的专业课。嗯。直接爽。越到后面专业课，那个 final 占分越低。是吗？对啊，我们 final 占25。25。对。我这个 final 占分30。我喜欢 final 多一点的，因为我喜欢零级爆佛脚。不，你要看，如果你跟队友好的话，因为那个 lab report 分是 share， 大家一样的。对。他肯定想要写好，他就会给你写贼好。你要看是谁，你看 Bruce 你写不好，好不好？一般叫外国人才知道。你看 Bruce。外国人他写的自己母语写的真的好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不如跟我们第一节课已经说，哎呀，这个课我哪个低我很开心啊。我那时候就想，哦，去找错人了这个。不能看那些破罐子破摔的。我说这个找错人了这个。明天一起吃鸡。可以。啊，布鲁斯真的好后悔要找他。哎，那个好吃吗？你觉得腌料？啊？腌料。腌料。对。哦，好。好，已经真的腌了。嗯。我没腌，我自己做的，还可以味道，不正宗，但是还可以。你做什么能正宗啊？哎呀，你做啥子都不正宗。真的不你腌着吃。好吃的很，很入味，里面都有味，跟你说。24号考试。我是蒸肉都有味，你懂吗？我操，这个肯定有。
还有四天，七十多万。我今天付了个两个小时不想付的钱的，还有四天。还有四天。对啊，我四大四天。我，而且我是24号晚上，我是。是有规定时间的吗？我们那个老师说了，这个我们是计算课，他说 no number questions， 全是 theory。我说妈的 fuck， 那不是课，网上找吗？也是。计算课。嗯。什么 chemistry？Chemistry analytical 那个，就是全是计算，跟大梁一起上，然后他妈的他期中考好的好，我考的不好，所以他不用考，我要考。嗯，他妈我真的老王，他期中考本来只算10%嘛，所以我就说哎随便呗，考不好也可以。我操，我那时候如果知道如果是这个情况，我肯定考贼好，你说，我不睡觉我给你把100%出来。啊，大梁他们。好羡慕啊，我操，期中考考得好，真的羡慕。考一个 A， 我看听他，哎，这学期只考啥只有一门。对啊，他还问我说，你有没有那个其他课的那个课件？我想复习一下。我说，你不用，他想预习一下。我说，我他妈在复习，你问我拿来预习？他一整天在打游戏。我知道。那个逼，我操！是我早就打无聊，他一直打，他一直打。你会打飞机？这个好笑。24号。然后问你，他有没有打飞机？嗯。嗯。有。哎呀，明天几点起机？赶快说一下，我现在技术贼好啊！三，你看我一个人都打决赛圈了啊！而且我段位不低的，我跟你说啊。单双排吗？嗯，我段位不低的，不是单双排，但我队友一开始就死了，我操！差三个，两个，帮你看一下，帮你看。好他妈紧张啊！我操！声音开大一点。我操！发现有人打我现在，蝎子走，懂吗？平原，你蝎子走也没用。平原对啊，没掩体。我操！刚才我当伏地魔，人家直接一个车过来把我撞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是伏地魔，他看得到，不知道为啥。嗯，不是，他是随便开的，我觉得就是把我撞死。就两个是不是机器人呐、啊？这样都看不到。哇操！这个圈想绝我命啊！什么段位？铂金应该没有这。你看这个段位，这个圈不是想夺我命吗？怎么搞这样的圈给我？我操！这样的圈怎么打？先吃药，吃药。别到这里面去，要被炸死啊！我在里面看人，我药也不多了，一会拼药怎么办？啊，不过不是防区的话，应该不会拼药。你看到人吗？没有。所以说你要调成那最低画质，你调最低画质了，它有的时候不会显示那些草那些，它就会把人显出来。我这才杀的。哇操！这是我杀的吗？他药都没有，你他妈的，哎，我还想点点药啊，不够的药，我不敢跑啊，我怕有人，我先扔几个烟雾弹。大平原的不没有烟雾弹，真不敢跑。我几个方向有烟雾弹，大平原的烟雾弹，你跑真死翘翘，我跟你说。我打欧服了，美服太难打了。啊真的、啊，美服好难打，都没人呐、啊。估计你这段位就比较低了。你美服才铂金哎。嗯。哎呀，我已经美服已经打到不能再打了。为啥？一局没能刺激，太难打了。那个人太牛了，我赢人家是吧？人家比我还赢。我操！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对的。我觉得是一对的。哎呀，我惨了，这是。哎，往右边。我操！烦呐、啊，这圈，这圈就想绝我，你说，这个圈就想绝我。哎，前面有那个车，应该是这个房边前面那个房区，那这样的话他也要跑路，我就看着这里，一边啊，真的站在房顶了吗？房顶，别站起来，别站起来，他看不到你，到树往树那去，不用把他打下来，他在瞄你，没有，他在瞄你，他瞄我，没有。爬上去那个傻逼，没必要打他、啊。
打上去啊，他们不是一个队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不是一个队吗？嗯，他在看敌人，而且我没看到他队友，你看到队友吗？没有，又不是一个队的，一个队我也不怕拿我的大菠萝。哎，不过没有掩体啊，他在房顶那里看人，你看到吗？他在房顶那里，我想点他耶。真的不是一个队来，不是点死了。这啥人啊？这啥语言啊？英语啊。我说他名字，阿拉伯，欧服全是阿拉伯的，我跟你说。你看，只一对一了，现在。这是应该最在哪里啊？我看见已经有两局他妈的在吃第二名，都是英我最后。看到吗？没有。Fuck！ 我不想在一边阴了。这草肯定看到我这为什么没有吉利服？我操！这个时候有吉利服，吃鸡已经稳了九成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是不是前面那个？是不是那个？这箱子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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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银子。他这么高。楼那儿。哦，不是。真没有哎，老王。人呢？你说还可以在哪里啊？你看趴着了吧？那肯定趴着呀！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这个 B， 看到他了。嗯，好阴啊！好阴！我想站起来。别！他输。哦，这么简单！我操！就这么简单？太简单了，我去！必须调一下那个极限真的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了嘛，太简单了，我操！我 up 上 YouTube， 你看一看我全程。我给你调帧率了嘛。